阿嬷，啊，前几工吼，志成无爱去病院啦。前一时讲，我爸爸的状况真稳定，啊，只要平常时较细腻的，想要回去上班无问题哦。嗯，好好好，安尼真好啊。啊，不过吼，外孙的阿嬷吼，搁要特别甲你交代哦，哈，嘿，你若要做工课的时哦，唔通做超过哈。 啊，你甲志成讲的，咱拢共款啊。我拜托伊真久，伊才愿意互我回去顶上上班嘞。嗯，郎志成吼，会安尼想吼，是拢为着你好。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若是我回去顶上上班，就袂用常常来陪你啊，啊，只会当等到排休日的时阵才会当过来。吼，本来应该就是爱安尼啊。 哦，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爱过啊！阿姊嘛，阿妈住伫咧老人院，你总袂用逐工拢来遮哦陪阿妈啊？都毋是亲像讲吼伫咧家人的时阵啦，吼，规工拢安尼黏条条。诶，你几岁啊呢？要做妈妈呢？哈，哦，这够使奶条呢。唔管我几岁，我拢要甲你使奶。阿妈。 阿姨，轮椅敢那卡掉的，我去给伊斗相共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嘿，这个人吼，无爱人甲斗相共啦。你若愈甲斗相共哦，伊会结面笑互你看，安尼面臭臭。阿妈，咱甲伊斗相共，毋是有着要看伊的笑面，是看伊有这需要无？吼，啊，是我这个乖孙吼，较有智慧呢。好啊，啊，谢你哦，哈，谢你。 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啊来，倒退，好未？哎，来我来，我来，哎，哎，笑，好啊好啊，啊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系啊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甲水管放伫遮，叫人要安怎过啦？哎，唔是唔是哦，嘿嘿，这水管唔是阮放伫遮哦，有可能是吼人来遮压花压压的时阵哦，啊未记收转去啦。 谁知影是毋是恁超故意的，搁要偌互工啦？啊，恁妈孙啊，毋是足爱做义工的，紧摕走啊，莫囥伫俺们遮阵地。嘿，阮吼做义工吼，是阮安尼欢喜甘愿啦。啊 ，VIP 的，啊，你嘛毋通安尼讲着话吼，哦，足歹听，听着足长耳的呢。阿嬷，煞煞去啊啦。啊。 啊对对对对，啊我那都需要甲这种吼人伫咧受气，加无采工，啊就明知影讲这 VIP 哦爱结面手啦，哈，啊人啊甲斗相共吼，伊嘛袂讲说多谢，这是足正常的啊，啊对对对，来先甲边啊，先甲边啊，安尼吼较袂去影响着胎教啦，哈。大家拢是孤单一个人，你着爱恁查某孙，逐工拢来陪你，有孝你何妨看？安怎？你真够刺激人吼！ 神秘笨，哎哎，太太，你愈讲愈超过安尼。真正的呢，我是唔知讲你较早吼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，才会造成你变成这种型的啦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呢，人古早人伫咧讲啊，人生敢那舞台啦，苦出笑开拢总来啦。啊，你若有当着什么不如意的代志哦，啊，你都啊当作敢那是咧学习的，啊，你爱放下。哎呦，啊变甲安尼六亲不认，大家拢安尼讨厌你，对你敢好？ 啊，这马呐！哎呦，那弄得巴肚吼，这包包吼，那安怎会先看袂安怎就好啦？紧来紧，阿妈带你来去医生看，好不好？阿妈，好，恁妈好了，我无代志。无啦，要来拢搁无代志，行行行行行。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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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喂，忠诚你好。小彩。
哎，，哎呦，我咧一支扫帚吼，甲我揪条条，一直甲我拜托讲哦，叫我爱去甲迄狐狸丢讲讲，唔通哦，唔通哦，伊无想要搁嫁啊啦哈，伊喊你坐会啊，哎，孙妈呢一堆滴的吼，搁假哄笑啦。哎，啊，志尚，你那这时阵倒来啊？你今麦感觉安怎哈？我今麦无感觉安怎，啊，这是咧烦恼啥？啊，这都只是……拢是我唔好啦。我无甲你安尼顾条条，互你四界爬爬走，啊！即摆讲遮拢袂赴啊！恁甲我讲，到底有啥物小产啊？啊，小产？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哪有小产啊？啊！孙少爷，你误会啊啦！我误会？哪有可能啊？你拄则打电话给我，是明明是安尼讲的啊！我是有打电话甲你讲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电话都还袂甲我听煞，你就挂掉啊！啊，你等我回来哦，我话嘛还袂讲煞，啊，就向公公走起来楼顶啊。什么福神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嘛才先赶紧起来要甲你解释啦。哎呀，啊老的啊人老啊吼，啊行无几步都安尼提袂出。福神，歹势啦，是我误会啊。哎呦！唔要紧啦，唔要紧啦，孙少爷，孙小姐无代志，安尼你当放心啊啦吼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是嘞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落咧做义工的时阵，无细里巴肚去弄着轮椅啦。后来阿妈甲护理长就带我去予陈医师检查，好佳哉，即马哦无代志哦。敢真正是安尼？那唔过听起来也是真危险嘞。袂啦，袂啦，志成啊，袂危险啦。吼、哦，阿妈吼、哦，甲护理长哦，蔡美玲哦，去病院，佮专工找个陈医师嘞，足详细，佮佮伊检查佮足清楚的啦，哈，无代志啦。啊，陈医师讲吼、哦，伊若安尼倒三工啊，安尼安胎安落好吼，就一切拢无问题啊，哈。志成啊，我看你安尼冲搏吼。哪有想要做爸爸的人啦、啊？就是因为要做爸爸，我唔才烦恼，唔才烦恼美玲啊，佮我的囡仔。对啦，福神啊，你是甲志成讲啥啦？伊哪去听到小产这两字啊？哦，小姐啊，我是甲孙小姐讲哦，孙小姐哦差一点啊小产啦，啊伊可能听到小产迄两字哦，啊唔通安尼凶凶公公哦就走转来啦。嗯，唉，志成啊。阿妈今仔日吼，啊讲一挂吼，迄老人伊的笑话哦，讲互因听，哦，安尼笑甲欢喜甲咧，啊，你安尼一个回来搬这出吼，你会较好笑，阿妈会无好笑。